各位同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。他说，若台铁的莒光号车长36公尺，并且以每秒4公尺的速度行驶，则莒光号要通过长16公尺的福州桥要花多少时间？好，那在这里呢，很多同学很害怕这种传统的考题，因为这种火车啊，不论是要通过桥啊，或者是相会的问题呢，是非常经典的。可是在概念上呢，很多同学不是很有想象力，能够去想象它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在列式解题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大的困难。那没关系，老师在这里有做动态的影片解说，请各位同学看。同学们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动态影片的部分。来，蓝色的部分代表我们的火车现在要穿过这个另外透明的部分呢，代表我们的桥要穿过它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火车在过去的时候，一开始是车头先碰到桥，之后车头先通过桥，之后整个车身脱离。为什么老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在这过程当中，也就请各位同学思索一件事情。来，我们回过头来看，首先当车头碰到桥那一刹那，到车头要冲出桥端那一刹那，这 L1 到 L2 之间的距离就是桥的长度嘛。好，等到车头冲出了以后，整个车身要脱离，请各位同学看一下，车头从这里一直跑到这里出来。好，我们的 L2 到 L3 是怎么样？是正好车头又跑了一个车身的长度啊。所以因此我们再来看一次，车子从一开始车头先碰到桥，到车头要离开桥，然后到整个车完全脱离，事实上我们的车头是跑了一个桥的长度，然后又一个车身的长度，对吧？好，有了这个观念以后，我们可以开始来解题啦。好，那在看完刚刚我们的动态解说之后，各位同学有没有了解怎么一回事啦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刚刚老师有特别强调，我们的车头从一开始遇到桥到整个车身离开桥，事实上它全程走了什么？桥的长度就16公尺，再加上它本身车的长度36公尺，所以它走了52公尺。好啦，它走了52公尺，以每秒4公尺的速度行驶，因此52除以4答案等于13，也就是它花13秒就可以通过啦。这样各位同学清楚了吗？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目。他说，请问在10点到11点之间，何时时针与分针会成直角？好，10点的时候是这种情形，11点的时候是这种情形。那这种题目呢，是很多同学的痛，为了要解除各位同学的烦恼，老师特别有做动态的呈现，请各位同学收看。各位同学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10点的时候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我们看，好，10点的时候，时针跟分针夹角是这个样子。11点呢，变成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在这过程当中，好，它是怎么变化的。有了这个经验以后，我们看一下它要成90度，好，大概差不多在10点5分左右的时候有机会成为90度。可是还有另外一个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在10点38分左右的时候，它也有另外一个机会可以成为90度，因此我们的答案会有两个哦。好，在看我们动态呈现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到我们有两种情形。第一种情形是在10点到11点之间，分针落后时针270度，长这个样子。好，那第二种情形呢，是在10点到11点之间呢，分针落后时针90度，长这个样子。好，掌握了这两点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先复习一下，因为各位同学一定是很健忘的，所以说请各位同学把课本打开，翻到我们的重点部分，老师有做提示哦。第一个，分针每分钟走6度，第二个，时针每分钟是走 0.5 度哦。好啦，紧接着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假设经过了 T 分钟可以办到，那时针呢是10小时又 T 分，
这十小时的部分，请各位同学要记得，每小时时针走30度，所以是十去乘上30度，再加上 T 分的部分是 T 去乘上 0.5 度，所以是300度加上 0.5 倍的 T 这么多度，这是时针的部分。分针的部分呢，每分钟走6度啊，有 T 分钟，所以是6度乘以 T， 答案等于 6T 这么多度。诶，有了这个假设以后，我们可以开始来做题目啦。首先第一种情形，分针落后时针270度。诶，我们的时针分针的假设都在这里。好啦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它减它要等于270嘛，那就300加上 0.5T 减掉 6T 要等于270。这个部分 0.5 减6答案等于-5.5。诶，所以300减掉 5.5T 会等于270。好，把它移项，把它移项，记得加的要变减的，减的要变加的。于是 5.5T 就等于300减掉270，就是30，把这 5.5 除过来， T 就会等于11分之60，那换成带分数就是5又11分之5。好啦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第一个解答是在10点又5又11分之5分的时候，时针跟分针可以成90度，就是直角，好不好？好啦，第二个情形，分针落后时针90度。我们时针的假设在这里，分针的假设在这里，一样，它减它要等于90，所以300加 0.5T 减 6T 要等于90。这个部分各位同学刚刚有做过，有经验，很熟啦。那就是300减 5.5T 要等于90。一样，它一项，它一项，我们就得到 5.5T 会等于300减90，就是210。好啦，那 5.5 除过来，我们就得到 T 会等于11分之420。也就是38又11分之2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在10点又38又11分之2分的时候呢，时针跟分针可以成直角，这样各位同学清楚了吗？